哦，《资治通鉴》呢？哦，你看，294卷的呢，来看原典全文。哦，你要下载资料，来这边下载就有了嘛。杨子就是杨雄，哇，中论，孔子家义。还有论衡、蔡中郎的蔡邕啊，诸子百家的著作，你看，哦，要《庄子》《道德经》来这边下载就有了。老子和尚公章句啊，你看，老子和尚公章句，要研究《道德经》的，就找老子和尚公章句啊。兵家了，你看《孙子兵法》，伍子胥就是孙武，伍子是伍起，《孙子兵法》是孙武，武圣关公的武，伍子是伍起，起来的起，起立，立正，敬礼那个起，伍子，那刘涛了，司马化，魏料子还是魏料，魏料。三列，哦，还有算术哎，杂家，鬼谷子算杂家呢，嗯，杂家，鬼谷子是杂家哎，史书哦。春秋左传呢？你要看左传，春秋左传，春秋左传。晏子春秋，你看也有晏子春秋呢。关圣帝君伏魔真经有提到晏子春秋呢，晏子春秋。春秋三传，春秋左传呢，春秋谷梁传，春秋公羊传。万书。读书纪年呢，有《奉天子传》、《元稹》、《西京杂记》、《盐铁路》、《战国策》，还有《内女传》呢，《内女传》呢，还有国语。五经里面，《诗书》《礼义》《春秋》，《诗经》《书》《尚书》《礼》《周礼》《礼记》《礼周礼》，《易经》《周易》，《春秋》呢？刚刚有看过，《左传》《公羊传》《谷梁传》《春秋三传》，你看这里，《礼记》《礼周礼》，《山海经》。是说，自书少文解字，还有雅士名方言。方言是不是王雄、杨雄做的？杨雄的著作《法言》呢？方言是不是杨雄的著作？据说用台语、闽南语念呢，比较正确。古代汉朝的人、唐朝的人，北方你看。中原地区的讲的话，主要就是现在的闽南语。闽南语的祖先就是因为北方有五胡乱华，然后迁移的。永嘉之后，然后迁移。往南迁移的。
祖先也是来自北方中原黄河流域、中原地带。急救篇是学那个草书的嘛，急救篇是学那个书法的，草书的了。有办法吗？数位版本有办法吗？医学的，你看《黄帝内经》《难经》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哈，你看医学的重要的书，《黄帝内经》《难经》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。易经是好像《伤寒论》和《伤寒杂病论》，东汉张居，机器机械那个机啊，张居张仲景啊，著作那个《伤寒论》，易经呢，出土文献勾践马王堆啊，现在看急救章。植物名姓字啊，不是说书法了，草书了，不是啊，都是东西的名称啊，原来急救章都是东西的名称啊。